认住呢一班人，一个一个咁认住，一定要记得，就系呢一班嘅罪魁祸首，扼杀咗香港嘅经济同埋创意产业发展嘅空间。主席，我谨此陈辞。你大个仔要为阿爹报仇，一个都冇俾佢哋走甩。恩女事主令夫自杀身亡，都算系可惜。而家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借信的所在。洪文大师，我告诉你知金毛狮王在哪里，你是不是会放过我们这对孤儿寡妇？出家人是不会说大话的。好，我就只是告诉你一个字。女事主，你说清楚一点。大师，金毛狮王就在那里，祝你早日找到屠龙宝刀。女士，狮王在哪里？女士，狮王在哪里？他都没有说到，没有说到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没有说到。妈，好的，阿妈骗她而已，你看阿妈骗人多厉害。记住，千万不要信女人，越靓嘅女人就越识呃人，记住啦。其实咧，殷素素临死除咗话认住呢班人之外咧，佢仲讲多一句嘅。佢话靓嘅人啊，唔可信啊。局长，即系你都系一个靓嘅人，嗰句说话有你份，虽然你唔系女人。师父，我哋同师兄报仇。唔好，救咗无忌先。